草衙道购物中心台湾精品体验活动，台湾 No.1 精品在高雄的开幕记者会。我是主持人纪怡如，十分荣幸在今天的盛会当中与您见面。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所举办，由我们的外贸协会执行推动的台湾精品的选拔，一直以来都是台湾代表呢最高品质产品的荣誉殿堂。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国内众多的产品当中透过五大标准的选拔，像是研发、设计、品质、行销还有台湾产制等，遴选出呢最具代表性而且杰出优秀创新的产品，才能够代表台湾推广到世界各地。而我们也是深深相信这个内在研发创新的力量可以推动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并且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的精品体验活动，将台湾精品一次展现给现场所有南台湾的朋友们，也希望可以激发你们的创意啊想象，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并且呢成为一个稳定社会正向思维非常重要的力量。今天在我们的开幕记者会现场呢，也特别准备了一段影片，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让我们一起来观赏吧。都会ネオン高層ビル、まるで止まらない機械みたい。そして私はみんなと同じようにただ歩いてる。カバン、携帯電話、ヒール、物はたくさん持ってるけど、なんかすれ違ってるみたい。Thank you.
精品的形象影片拍摄的非常有质感。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开幕典礼的现场呢，也莅临许多的贵宾，可以算是贵宾云集，因为有很多品牌的代表也特别出席，还有我们呢幕后非常重要的推手。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一一介绍，也感谢他们的莅临，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注入满满的能量。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叶明水秘书长，掌声欢迎。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尼克浩主任秘书，欢迎，你好。下一位是经济部国际贸易局高雄办事处的卢慧珠副处长，为您介绍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的郑介松副局长，副局长好。下一位为您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王希蒙副秘书长，您好。紧接着为您介绍的是外贸协会高雄办事处吕文瑞主任，欢迎。下一位为您介绍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张淑仪副组长，紧接着为您介绍台湾感性协会陈俊志理事长，欢迎。下一个为您介绍是远道而来，而且呢在他的 Instagram 总共有1200位的这个关注，他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设计师 The most famous and popular great young designer Mr. Ivan Gunawan。这个知名的艺人，日本的艺人田中千惠，非常的开心。今天呢，有这么多的长官跟贵宾特别莅临，紧接着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邀请长官来到舞台上，也为我们献上最深的祝福。首先欢迎我们的大家长，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叶明水秘书长，欢迎您来到舞台上，为大家致辞，说几句话，有请。我们最受欢迎的印尼的大设计师伊邦古纳瓦，我们的田中千惠小姐，我们海角七号的主角，大家都非常清楚。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主任秘书，李主任秘书，卢副处长，高雄经发局的郑副局长，贸易局的张副组长，我们奥协的广西门副秘书长，还有李云瑞主任，高雄的主任，另外还有我们的厂商代表，包括大田的李董事长，还有各位厂商代表，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各位看到我们的田中千惠刚刚为台湾精品代言，里面有很多都是台湾选出来最优质最创新的台湾精品。那各位知道什么叫台湾精品吗？台湾精品是我们由经济部请了国内外的评审，经过非常严格的标准选拔出来台湾最精致最创新的台湾制的产品，所以这些产品就是想赞的产品，品质好，可靠，这个最有台湾最有国际竞争力，最值得信赖的产品。有台湾精品的 mark 就是拼紧挂包紧，拼紧雄厚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到高雄来介绍台湾精品，今天来的产品都是我们高雄南部地区的选出来的台湾精品的厂商，像藤家城的机车，像我们的大田的自行车，像我们的还有大通也在，那另外深红的是美妆非常有名的公司，
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些公司。那台湾精品，我们选拔出来之后，会透过各种方式在海外行销，让国外的民众看得到。那但是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众也要看得到，也要能够体验，能够体验也能够买得到。所以今天到草衙道，高雄草衙道来，这里是一个高雄非常重要的购物中心，到这里来让大家有机会来体验台湾的精品，到这里来大家可以买到这些台湾的精品。各位只要刷他的 QR code， 你就可以去线上购买，24小时产品就会送到你家，非常的方便，看得到，体验得到，买得到。那今天非常难得，我们的伊万布拉瓦他设计的阿蒂克的台湾精品的衣服，要等一下会有模特儿会在这里展示。那刚刚司仪讲说他的粉丝是1000多位，讲错了，少3个0，1000多万的粉丝，他的 Facebook 是超过1000万。请问在座的人粉丝有超过1000万的请举手，对不对？ Your Facebook you have Instagram more than 12 million， 现在已经到1200万了。好，我3月的时候在印尼，他只有1000万，现在有1200万的粉丝，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吗？你今天只要跟他上他的，他刚刚跟我合照上了他的粉丝，我们在印尼就有1200万的人会看到。哦，要出名，各位要在印尼出名就找他。哦，他帮我们设计印尼的绑定，用台湾精品的元素在印尼设计出印尼传统的服装，结合印尼的文化跟台湾精品，那这个在印尼非常受欢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他到台湾来。那田中间千惠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他是海角七号的女主角，女主角的话帮我们去行销我们台湾的产品是最适宜的，所以他带着台湾的精品在各地行销，尤其到日本，他6月的时候在日本的活动里面也替我们站台，受到日本很多民众的喜欢，所以台湾精品也这样带到东京，带到日本。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他们两位来为我们台湾精品站台，也感谢各位媒体、各位朋友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台湾精品，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要买台湾精品，那是台湾走的了哈，那品质上好的最可靠的产品。好，谢谢大家。谢谢秘书长，请回座。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下一位长官，经济部国际贸易局高雄办事处的吴慧珠副处长，也来到我们台上为大家说几句话。有请。本来是在高雄长安馆有一个亚洲会展团的活动，特地抽空来到现场来关心跟支持我们台湾精品的厂商跟你们作品哦。那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主席，我们那个外贸协会叶秘书长，还有我们王副秘书长，还有高雄办事处的余主任，那还有我们这个田中千惠哦，最美丽的田中千惠小姐，还有 Mr. Ivan 哦，我也是你的粉丝哦，即将要加入哦。还有我们现场哦，我们台湾啊，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哦，正副局长，因为你最帅，所以我逗了你哦，抱歉。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个台湾精品厂商代表，还有我们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荣幸哈，能代表我们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哈，来参加今天台湾最棒啊、最好的台湾精品哦，应该是得世界金牌的台湾精品。体验活动的开幕典礼哦，那经济部为了协助我们的业者来拓展国际市场呢，
多年来一直致力在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那我们在国际间呢，我们通过各种活动啊，来宣扬我们台湾产品啊，这个创新优质的这个形象，还来推广我们的台湾品牌，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我们国际的买主，还有我们国外消费者对我们台湾产品的信赖跟肯定。那刚刚呢，我们秘书长也有提到，我们台湾精品哦，是非常严格所筛选出来的产品才能得到台湾精品。那我们这个广宣计划其实就是以台湾精品的选拔为核心哦。那这个台湾精品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我们台湾的创新价值哦，是一个最佳的代表。另外呢，这个台湾精品也是我们拓展国际海外市场的领头羊，也是火车头哦。所以我们应该先给我们台湾精品一个热烈的掌声。广宣计划近年来都一直加强对欧美日市场的这个拓销，但是我们近年来我们也积极在拓展我们目标新兴市场哦这个庞大的商机，所以今年我们选定了几个潜力市场来加强我们的广宣活动哦，包括我们的这个美国啊、德国还有中国大陆，另外针对新台向政策，我们也对这个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越南，我们也都来有一些加强那个广宣的活动哦，希望能够让这些目标重点国可以更认识我们台湾精品，然后更知道我们台湾的创业的这个创新的形象哦。那这个活动呢，已经办理了台湾精品的选拔活动，已经办理了25年，现在在进行第26届的选拔活动，那预计在12月5号我们会举行颁奖典礼。也请各位媒体朋友到时候能够多多的宣传，多多的报道，让大家都能认识我们台湾精品哦。那另外呢，我们也委托外贸协会哦，在我们台中、台北、高雄也办理了体验活动，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国内的消费者，你们也要站出来，多多的支持我们台湾精品哦。大家都是投入哦，来支持我们台湾精品。那在这里，其实刚秘书长有讲到哦，现场的这些展出的这个台湾精品，大部分是我们南部业者的一些创新的产品哦，可以看得出来哦，南部的这个产业哦，其实充满了满满的创新能量哦，所以其实，在政府的努力之下，我们南部其实我们也有美好的这个未来哦。那每一个这个台湾精品其实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哦，会在网络上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作品哦，它就是叫做这个铸铁壶。那这个发明这个铸铁壶，这个创新的铸铁壶，主要是因为那个体谅他的夫人哦，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产品来这个喷煮的时候哦，不会有一些有毒的物质以及的事主，所以这获选的台湾精品。那另外现场哈，我在多年前也到一个青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参展，我们周董他现在就在台前哈。我去他的公司参观哈，我看到他的这个会议室有一句精神标语，我一直到现在念念不忘。他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因为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台湾精品才能追求极致圆满的目标。所以我们真的还要再给台湾精品一个热烈的掌声哈。那最后哈，还是要再谢谢我们台湾精品的厂商代表，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那也希望我们高雄草芽道哈，那高雄党哈，要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台湾精品哦。那也祝福我们现场各位贵宾哈，还有我们的长官哈，秘书长他们的，还有我们现场观众哈，民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副处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在这边呢，为大家不介绍一位贵宾，是立法委员林淡华服务团队的副执行长胡英哲副执行长，您好，欢迎。好，最后呢，我们就邀请下一位长官来到舞台上为我们简短的祝福。我们有请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郑介松副局长，有请，掌声欢迎。我们经济部国局李福副处长，还有张国长，还有我们贸协叶副处长，还有我们主任，那我们遇到的两位特别的贵宾，我知道今天后面所有的媒体其实是为你们两位而来的，所以我今天不能讲太长了。
那记得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呢，我们文化局跟贸协第一次在高雄举办台湾精品的这个体验的展，那我们非常的高兴。那我也记得去年我也跟业秘书长报告说，我希望明年继续。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高雄的产业非常重要。好，高雄我们在海洋产业、在金属制造产业其实都非常的强，但过去是以代工为主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比较少注意品牌这件事情。但这几年我们产业转型了，其实有非常多的台湾精品来自于南台湾，来自于高雄。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台湾精品，以贸协在海外的这么多的这个行销的能量的话，两者一结合，其实我们一定拓展更好的市场。那所以呢，真的非常高兴我们秘书长今年继续在高雄举办这样的生活体验营。那当然我们高雄的厂商也非常争气，显然今年的规模比去年还要更大，所以明年说不定这个地方可能没办法容纳，要换一个更大的展览场地才可以。那当然最后我还是非常谢谢我们在地所有的厂商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我们贸协跟贸集可以带着我们高雄，带着我们南台湾的厂商继续走向国际，行销台湾的精品，大家说好不好？好。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台湾精品的这个体验活动呢圆满顺利成功，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副局长，请回座。相信藉由这样子举办的体验活动，除了可以激发大家的创意跟想象力之外，也是可以成功推广一年半的一年规模更盛大、更专业。那接下来呢，其实大家都很好奇说，其实刚刚在我们的开场影片当中，你有看到我们台湾精品形象的这一位女主角，她本身也是我们台湾精品的爱用者哦。那刚刚那个影片呢，其实就是她今年在日本东京要宣传这个台湾精品的活动而特别拍摄的现场所有的嘉宾，我相信大家对他一定不陌生。现在就让我们请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田中千惠，掌声欢迎。好，我们先请田中千惠跟在场的贵宾还有媒体朋友们来问好。现场的各位嘉宾还有大家好，我是田中千惠。好，你好，掌声欢迎，非常开心，特别呢看到田中千惠来此担任我们的嘉宾。听说他是为了这个活动，因为他之前都在那个内地拍戏嘛，所以其实刚刚看到他在拍摄影片当中有一些知名的景点，其实他对台湾也是十分的熟悉。但是刚刚有聊到说，您本身就是台湾精品的爱用者，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产品是什么？跟大家来分享。我最喜欢的台湾精品的产品就是大同电锅哦，这个是经典，因为每一个人出国都会带这个，尤其是留学生啊，然后呢是嫁到国外都爱大同电锅。但是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我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烹饪，所以有空的时候就去做饭。是，那我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方便的电器用品。然后我是用大同电锅，除了做一些料理之外，我常常用大同电锅来加热东西。是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它不会把食物里面的水分蒸发出去，还可以保有美味跟营养，我觉得特别棒。那因为我其实很爱吃卤肉饭，然后最近因为这样我学会了肉饭，所以对我就用大同电锅来做牛肉汁，然后最近就推荐给我日本的好朋友，就是这个大同电锅。哦，相信经由您的推荐，销量一定能暴增，而且变成这个爆款啦。好，那除了刚刚您提到的大同电锅之外，还有没有现场的产品让你觉得也十分有兴趣、很有印象、很有趣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用咖啡豆渣做出来的衣服。哦，就在那里 S Cafe。因为我自己爱喝咖啡，那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其实可以用咖啡豆渣做出这么多样的东西，而且它同时可以有
环保的概念在，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啊，原来如此。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所有的展品呢，都有他们创意发想的来源，真是让人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讶。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平常啊，因为您工作很忙，那休闲的时候都在做什么样子的运动？运动？对啊，我最近就做一些瑜伽，或者是有跑步。对，因为我爱吃东西，所以必须得动起来运动。然后也很喜欢到处走走，对不对？对，喜欢。OK， 那我们就很好奇说，因为啊，很期待你会还有很好的作品推出，所以呢，也跟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说，有没有最近的近况啊，或是在忙什么？最近我目前除了在西安拍戏之外，即将在9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许愿助场演我第一次全程用中文演的舞台剧。哇，全程用中文演的舞台剧，掌声鼓励鼓励。很难的，非常的困难，因为临场反应要很好。对，还有台词要讲得很清楚。对对，所以目前都密切的排练当中。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对，但因为我也像台湾精品一样，就是一直要让自己打破表演者的可能性。真的讲得太好了，也预祝您的舞台剧呢，谢谢，这个销售长红，而且呢场场爆满，好不好？谢谢。那这次特别来担任我们的嘉宾，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这次非常荣幸能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再次推荐台湾精品的产品，因为我上次回东京参加台湾精品的活动的时候，也跟日本的朋友分享这么优秀的台湾精品的产品，是也透过我自己的生命去感受过的台湾，因为我住台湾已经17年了，所以对我来说，台湾就是第二个故乡。所以，而且我觉得最近台湾跟日本的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我自己也在继续努力，透过戏剧作品让台湾跟日本的交流更频繁。好，谢谢，谢谢。相信经由你的推广，我们台湾精品一定会越来越成功，蓬勃发展。谢谢田中千惠，谢谢，请回座，谢谢，谢谢。好，那其实近年来呢，我们台湾精品其实行销全世界之外，也是同步跟进政府的南向政策。3月的时候，我们在印尼展出，而且呢，也跟印尼非常知名的设计师，就是伊万古纳万，然后来合作定制印尼传统的服饰，就是巴蒂。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邀请这一位年轻伟大的设计师。And next session, we are going to invite a renowned great young designer. He is not only the most popular famous designer, but also talented.Instagram follower in Asia, I think around 12 million. What amazing number! Let's welcome Mr. Ivan Gunawan! Yeah! Hello! Apa kabar? I think I need to translate that, yeah? Yeah,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Taiwan. Oh, your first time? I bring my assistant to.Yeah, to translate. Okay, no problem. We are so happy to see you. Thank you. 接下来其实我们第一个想要问一下，因为啊，那个 Mr. Ivan 就设计师的角度，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台湾精品这么多产品，哪一项让他印象很深刻？Okay, sebelumnya, is it okay I'm speak bahasa? Because I have her, ya? Yeah? Sebelumnya saya senang sekali bisa berada di Taiwan, di mana tahun ini saya berkenalan dengan Taiwan Excellence, dan Taiwan Excellence pertama kali mengajak kolaborasi dengan saya dalam mendesain batik. Dan pada saat itu kami ada fashion show di Jakarta, di Central Park. Jadi produk-produk unggulan dari Taiwan Excellence memang sangat digemari di Indonesia. Semua produk-produknya bahkan saat ini banyak dikonsumsi oleh masyarakat juga di Indonesia. Jadi semua produk-produk dari Taiwan Excellence semuanya best.各位贵宾、各位嘉宾，还有媒体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伊凡。然后，今年年初外贸协会有联络我说，是不是
一起合作设计了一套台湾精品的版型，然后他很乐意的说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就是结合这个台湾精品的logo Sebenarnya saya bukan beberapa hari, tapi baru semalam. Tapi perjalanan saya ke Taiwan justru sangat saya nantikan karena di sini saya akan melihat indahnya pemandangan alam yang sangat luar biasa dan banyak sekali makanan-makanan lezat yang harus saya kunjungi, harus saya coba. Jadi walaupun kemarin perjalanan lumayan sempat agak lama, tapi pas sampai Taiwan semuanya terkendali. Bahkan tadi pagi saya sempat jogging. 他很开心可以来到台湾，然后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这几天的话，他也品尝就是台湾的美食，然后也到处就是，其实他昨天晚上才到这边嘛，然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住宿的地方有哪些景点这样，就有哪些可以逛的地方这样，然后他觉得很棒这样，对。 谢谢他，然后他早上很今天早上还很紧张的，想说哦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今天就觉得很胖，想要那个早上跑步一下这样子，对，太可爱了，You're so cute， OK，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知道他为了今天台湾精品的开幕记者会，还带了两位这个来自印尼的模特儿，然后也为了台湾精品，他有设计服装哦，也是首次要展现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期待。对，那这次呢，就谢谢他特别出席。 接下来呢，其实本次的活动我们有一个台湾精品商的这个展示节目，我们邀请国内的一些专家跟学者，还有实践大学产学合作，借由这样子的设计的方式展现台湾精品的精神。未来呢，这个服饰也会在很多重大的场合给现身。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台湾精品商的成就。
重要的开幕仪式，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仪式台准备移架到舞台中间，待会我们也会依序邀请长官跟贵宾来进行重要的开幕仪式。开幕仪式只要一开始就代表的我们就正式起跑，也希望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呢可以帮我们多多支持。我告诉大家，其实呢今天最重要的这个仪式就是要宣告我们未来台湾精品在国际一定会一炮而红，掌声鼓励鼓励耶、yeah!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依序邀请长官来到舞台上，我们有准备台湾精品的立牌一起来合照。 OK， 首先为大家邀请外贸协会的叶明水秘书长，秘书长请。下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尼克号主任秘书，有请。紧接着邀请经济发展局郑介松副局长，欢迎。下一位邀请外贸协会王新蒙副秘书长，有请。紧接着为大家邀请高雄办事处吕文瑞主任，有请。最后呢也就是我们的特别嘉宾美丽温柔的田中千惠，然后请大家呢一起说赞。 And later I will lead you to count down 3, 2, 1. You just take the board Taiwan excellence and thumbs up. Say 赞赞 it means great. OK OK please move forward. 我们往前面站两步好不好？ Are you ready? 跟着我们一起来宣告哦，2017台湾精品高雄，让台湾被世界认同，被世界看见。台湾精品体验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看向前方。Please looking at the camera in front of you. Happy smile. Wow. And please move your right side. Your right side, please. 看一下你右边，右边的媒体朋友们，右边的相机，右边的镜头。And turn to your left side. 看向左边，看向左边。Yeah, 台湾 number one 精品在高雄。Back to center, back to center. Okay, everybody, 台湾 excellence. Everybody say 赞！让媒体朋友们捕捉画面。好，都有拍到画面了吗？都拍到了哦。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舞台上所有的长官跟贵宾，谢谢一万。然后呢，接下来非常的 OK, please stay. We will have a good photo together.我们要邀请更多的长官跟贵宾一起来到舞台旁边，一起来合照。好，有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引导。现场所有的贵宾，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完美的合影。我们往前移动一步，好不好 ？OK, move forward, yeah。这一张照片哦，这一张照片非常具有纪念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田中千惠，特别邀请到了印尼知名年轻有为的设计师伊旺。来到台湾，来到高雄，热情的高雄呢，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活力。那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我们尽量侧身站，靠近侧身站，让这个画面更加的完美，好吗？好 ，OK, everybody。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哦，待会我说台湾精品，请大家一起说。我们现在